直接走是。哎，我们去泡那个乐的好了。好。你们泳衣还一样是黄色。对。我们刚刚吓到哎、欸。那我好看吗？你怎么会说这种水话？我不允许你说这种。小丁，你说一句。怎么可能不好看？有吗？这个密码的角度。哇。一个很失礼的问题。好。我可以摸一下你的流量密码。摸了之后，那他就会狂密码。男友视角。哇，哎、欸，里面很大哎，哇，好期待哦！因为有点冷，好想赶快走进热水里面。好冰哦！我们先去更衣室。我要看进去吗？当然是看你喽。直接走去，哎、欸，我们去泡那个热的好了。好啊，好冷哦，我快冷死了。你们泳衣还一样是黄色？对，我们刚刚吓到哎、欸，很巧哎、欸，直接默契一个默契 OOTD 到。来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今天我们包场了。我听起来很像是什么富少。哇哇，好舒服哦！发现一件事，我你们头发也喷水。哇，好舒服！你们要不要也来泡一下？不好意思，跟你们在同一个水域。哎、欸，外面超多蒲公英的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而且外面还有一个泳池哦。然后你们这边可以泡完，可以去外面泡一下。有点冷。是啊，几岁的？我14岁。看你们这么爽，好不爽。欢迎你啊！要不要下来？欢迎你。我现在先下去的话，我会更不爽。女孩们，哇，泡温泉看风景。你现在看出来名就是几个臭男生，都被几个臭男生给挡住了。分享一下今天的旅程啊！今天旅程真的是有多废，我真的不好意思说，我真的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哎，会不会太幸福了？对啊，所以我们结算那个通告费的时候，我们会直接扣掉，是不是？那我好看吗？你怎么会说这种水话？我不允许你说这种。小丁，你说一句。怎么可能不好看？有吗？这个密码的角度。有啦，最好的是在那边，因为他抢，他抢走。怪他了。哦，冷哦。之后我觉得你们的 IG 就可以常常去看一下人家户外的那些游记啊什么的，看看自己想去哪边玩。我想去游乐。游乐园有没有购物行程、啊？你自己带钱，我们绝对没问题。还有什么、啊？还有什么地方？你自己私人最喜欢哪里啊？当然不告诉你们。为什么、啊？我们可以交流一下、啊。秘密行程，我不能被发现，因为这是我的完美约会的攻略。你说怕我去打扰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有专门一个约会地图。真假的？你要不要拿出来给我们这个节目贡献给我们的节目？我怕别人学起来，你们搞的那些点都一堆拉里拉扎的。但是我想去那个阿里山。阿里山，小迪去过阿里山吗？我没有去过。那你对阿里山有什么印象？说到阿里山，其实我会想到茶叶，高山茶，阿里山高山茶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去阿里山吗？因为之前去那个星星秀泰看电影的时候，它的前导片就是阿里山的宣导片。不是蝴蝶谷吗？就阿里山蝴蝶谷。不是，哪是啦，蝴蝶谷是阿里山啦、啊、我一直误会那个地方了耶。OK， 笔记下。好，你现在开始把自己想去的点直接存在 Google Map。阿里山是在嘉义。对，嘉义。我为什么那么了解？因为我们之前一丹有去那边拍 MV， 可是我没有去，因为我那时候得流感。啊、可是其他成员有去过，所以我就有听说过那边的风景啊，还有地点之类的。原来你也因为这个行业去过很多地方。嗯，好棒！我就跟着一些美食节目出去玩了，还有拍写真或去一些漂亮的景点。对，有什么拍写真的景点是你觉得哇，这一趟我还一定就是还要再去一次？我上次是去，哎、欸，也是台南。有一间叫做男人女人，他的民宿，他的民宿真的超级美，很像在国外的那一种。不是拍写真，然后要跟朋友去的话，我还会想再去一次。指定那一家。对，我想你嘞。台湾好像有一个蘑菇屋，然后我感觉蛮可爱的。欸、可是我、哦、你是说那个哈比村吗？苗栗有一个，啊就是、对对，苗栗，我有看过。你是想去那个地方吗？因为我觉得很可爱，这很适合拍照啊，然后那边都感觉就是好像离开了现实世界一样。哎、欸，你很喜欢很梦幻的地方。她就是少女啊，就是美少女。对啊，她自称香港首席美少女，不是自称，是粉丝。香港是什么意思啊？第一位，我是那个写真天花板，写真女星天花板，台湾写真女星天花板。很敢讲哎，这是我自己的头衔啊，给自己的头衔。OK， 写真教科书。好啦，那你们赶快泡，哎、欸，这也不是泡，你们再烘烤一下，烤一烤，烤一下。一个很失礼的问题，好，我可以摸一下你的流量密码吗？摸了之后，那他就会狂密码。
狂飙。但我没有，所以想要就是知道那触感。来吧，闻摸了，闻摸了。哦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